关注嘎。小学，啊，他死了。Happy Mars Day， 这不是 Mars 啊，这是运。哎呦，这天灾沟！哎，这边还有一根，还好。不知道在一楼还在二楼。哎，我操！哎呀，我真烦！我装进去踢了他这一波踢电机，然后我直接哦抢修，你妈的裂开了！操，好气呀！我踢了机子，我过来直接控住了这台机，因为踢电机的时候走过来那个时间是够的。你妈的！本来这里我知道这台控下来，那台肯定会亮的。这边本来是必控一台机的节奏啊！哎呀，好难受，好难受啊！我天啊！哎，那么谁替谁扛呢？这波让他们压力拉满，好吧。
这波操作看得爽吧，兄弟们。得打点回来啊，这波一定要打点回来，要不然我再把那人捡起来挂，我感觉我太亏了。运行王无所谓的，他们两个被我骑士拉扯，这波直接给他拉扯麻了，我告诉你们。阶段一定要卡，你定心丸也没用，我这阶段必卡的。他摸好了，哎我操！节奏停下来了，他们现在没人修机，根本修不了。但是也不能说这波就把节奏稳住了，还是双方都还是有机会的。黑妹不知道在哪台啊，唯一一台，就在唯一那台我没去看的那机子，我操。Surprise! 一个想扛，没扛到。想操作的。
但是这操作不了啊，这波直接还送了波节奏，没操作成功。哎，怎么屌毛？我操！哇，这个马没了，直接。哇，这样没看到啊。没听到啊，那边。大家不敢拉门。哎，有钥匙吗？还拿了个什么东西？烟花？这钢筋干得真好。但是我这波小弟操作的也挺溜的。当。